举手手啦，打招呼啦。哎呀，好乖，多少了？举手手啦，举手手。哟，他，哎呀，摆手打招呼了。这么多人来看花花，花花好开心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哇，摸耳朵了！哇，好贵哦，他。嗯。哎，他会自己掏牙齿，你看。那要看谁，萌兰还是谁？用孔雀羽毛掏一个。哇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那好聪明。我的天哪！还没弄出来。哎呀，这种招手声。像花豹一样。嗯。哎呀，你看了，他眼睛真的会说话，他就是坐在那儿让你拍照，感觉还是很像是动物园的宝贝。哇，来了，那个来了，哎呀，有点插牙，嗯，好小哎，他牙齿有点不舒服，他不甩舌头，他在顶，在顶，用舌头在顶。自带你明星气场，来你上我场，乖啊，拍出来。